Hello， 大家好，我是房车小慧。一辆房车，一个故事，诗和远方并不遥远。今天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何总，现在坐在的是他设计的一款依维柯房车里面。您当初设计这款房车的初衷是什么？还有能不能给我们车友分享一下你对房车生活的一些看法？这款房车我主要是自己工作用，工作出差。原来你像出差呢，坐火车啊，飞机啊，还有疫情啊，是什么的，有些个地方人员比较多。现在呢，开着房车去工作，顺便去旅行，是主要是出差用。那我就针对了这款房车做了很多细节的设计。可不可以给我们车友分享一下你里面的一些高端的定制哦？这里呢是这个用了一个多美达的110升的冰箱啊，这个冰箱还是挺大的。这呢是一个洗碗机。固定放碗的位置比较干净，不招灰。这儿呢是一个蒸烤机，7公斤的滚筒洗衣机。这个洗衣机啊，超薄的，宽度只有450，你放再大的就放不下了。什么床单啊、衣服啊，你如果用小的根本洗不开。对。所以就来一个大的，来一个大的。你看，还是我做了一个这个杆子，它可以从那边一直挂到这边，它可以晾大件衣服，你也不用出去。280安时，48伏的。这里有14度电，太阳能板呢是520瓦，平均每天充电3-4度左右吧。基本上我睡一晚上，我早上起来照样有电啊。对，厨房区域啊，这是一个延展桌板，这儿呢是放笔记本啊什么的。我第一时间需要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把笔记本拿出来，放到那个桌子上。那你还带着这个尾箱，刚才有打印机这些。对对，我是工作用车。就相当于移动办公室。对，这是一个纵向的，这么一个大的储物箱，这些小的细微物品，我就称它为叫百宝箱，需要的时候到这里放，到这里拿就行。处理东西，拿个笔记本，你一定要伸手就够得着。对对对。说笔记本，我现在拿笔记本出来。对，拿笔记本出来，然后就办公了。然后拿个什么东西找一下，比如这个茶海，拿出来。放进去，就很方便哦。对，你不要设得太远，或者是弄得太复杂。逆变器呢在下边，6000瓦的逆变器啊。对，有磁场和电场辐射。你看，咱现在就有辐射。你看啊，它尽量要远离人。那有的车友还放在床底下，什么床头，那是不对的。这是一个安全距离，这就不响了。这里我说的就是，无论你买成品房车还是定制高端布局的，一定要考虑到我们的水电的位置。有些做视频的时候呢，我就在这设计了一个显示器，我的电脑主机在后面，我提前已经把线都做好了，视频线啊，是什么 USB 啊，已经不好了。好之后呢，我直接把它打开，直接好。2K 的显示器，就是平时玩玩游戏啊，什么进行一个操作挺好。只能就是咱们考虑音响的时候用扁的，就小的，你不可能用个大音响，它这个正好合适啊，它就这么大个，可以拿出来。这个呢是我装了一个全车的8路监控，这个华为路由器呢放上上网卡之后，硬盘录像机可以联网，就是拿手机啊可以查看整个车的情况。跟它同步的有一个分屏在这儿，看你看那个位置，对，200赫的燃油加热器，尾部空调的外机，电池，洗衣机后面是30升的电热水器。有很多的我看车友都做成的柜子，你的空间利用率就低了。这个板是活动的，如果长期驻车这儿拿上去，这是一个通道，这是那个后边的监控，就是专门监控这个位置的。那个是流媒体就是后视镜，它一直看到车后面，前面监控跟这边监控。这个是预留的一个燃气口，如果加燃气的话，燃气罐可以接燃气。这个呢是一个重力注水和一个吸水，这里边有两个水泵，水一个水管插到这之后呢，然后一点它就可以自动吸水了。平时呢，如果是试水的话，可以自动注水。就是大的水管加水呢，加的速度快，我就直接插到这儿就可以了。这个水箱是多大？
水箱是280升。280升的水箱，足够用了。小桌板，户外的时候，平常都做点小水箱。大伙儿也都知道，那个是 Max 的双向换气扇。然后你拿着遥控器在床上就可以操纵，这是 GL8 那个原厂的主副驾，对啊，反正挺舒服的。现在呢，比如咱就客人来了，可以聊点事儿。现在房车不光是生活，也有商务功能，对，是的，节省时间。我发现啊，就是自从有在房车里之后呢，我不再赶时间，我可以随时随地来处理就办公的东西。你看原来我在高铁上啊，出来要处理一些东西处理不了。今天我非常谢谢何总给我们所有的车友分享他的这款高端定制房车啊，而且是功能齐全，也是根据他的个人一个需求来定制的。我觉得房车怎么来说呢，它不简简单单只是说我们大家认为是一个退休可以玩的，它是可以给我们成为一个移动办公室。刚才何总也分享了，就是反正我拥有了房车之后，我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而且工作也不那么累了。然后我们也祝福何总啊，开启你美好的房车旅行。然后大家如果说想定制啊或者什么，可以跟我们何总进行交流，也可以在我们视频下面留言。好了，谢谢大家关注房车小会，关注我们这个团队，拜拜。